真的给你写啊！我跟你讲，再丑的字的鸭爷都写过。啊？所以你就安心的发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写写看。很丑吗？这是牛吗？这好像不是牛。不行，不行。Hello， 我们是开着餐车交朋友，我们两分钟开麦哦。有有有。要。下一组，下一组的最少有几人份？下一组的两人份。可以直接按一个。一二三。可以，它下面是另外往下拉。我帮你放。他帮你放吗？我帮你放。嗯。他们在煮东西。在哪？12:16。那我们会有。非常好吃，是不是？就要吃要这样子。有托盘回来的吗？托盘，托盘，哦，有托盘吗？收工。拜拜。试着这样拉拉，不用不用，拉直接这边肩膀对。哦，只有肩膀。放进去了。这个为什么会有黄豆花椒啊？我们是用是的。哦，那你放那边吗？哎，不要塞在里面。